撞到 Double Park 的车，请问我有错吗？你没有位置的话，大 Grab 咯，不要驾车了。因为你撞就是错，谁叫你撞？在达曼他们就是放一堆的那种 cone 样子，路边其实都是不能放的。因为它不是一个合法的放的地方 ，reserve for 这间店而已，这样做 OK 吗？不是 24/7 那个格都属于它，这个条例叫什么哈？告诉你喽，星期日晚9:30，浏览我们的网站了解详情。